妈小时候就叫我小阿花，然后长大以后叫我大阿花，然后我的名字也是花，所以我觉得用花做主题的话是很合适的。然后其实这几年在内地的活动比较多，所以台湾有什么广告或者什么活动的话，其实我都希望妈妈在我身边。那我今天也觉得她好像也在我身边一样。哎，其实母亲节到了。妹妹，那那个母亲节要到了，是不是又更觉得？就比较想念。有人在吗？